将昏聩准给子听月，高的地方看不到水流，水肯定在流，平的拐了个弯，有太阳雾，好多树，在远的地方鸟飞到天上，再在远的地方看不到了。有三条路，一条下山，一条进村子，还有一条上山。山上有个庙子。上山？树，一棵有叶子，一棵没得叶子。要找你妈，就得从这个地方找起。我听到你在哭，也不是哭，咦哟嘞，我抱起你，好像还有我嘞，是，还有我嘞。你叫啥名字？罗光明，光明的光，光明的明。体检不合格。哎，我哪儿不合格？哎，老子哪儿不合格？哪儿不合格？哎，你妈呀！光明，嘿，啊，休息会儿嘛，喝点水。来，等等。
光明，还走不？不走了，体检不合格。佩服眼镜噻。你不要干了，回去帮俺的哥哥。要得。以后咱不要叫光明下地了。哥，那咋得行呢？你的娃儿你还不晓得啊？说你看你嘛，干点农活呢你要穿双皮鞋，你是农村人晓不晓得？你本在城头打工爪子，你爪子要打死。阿林，你咋走那么慢呢？等你半天了。想吃啥子？辣粉还是扁担豆腐？莫慌，都吃嘛，走下路嘛。要得。杨小云说：“你也是正宗的哇？”是嘞，文科。说你也是正宗的。比我低两个年级，那个时候我没有见到你。我们入学的时候你都走了噻，就算看得起嘛也没得啥子印象嘛。杨小云说你还有个哥，说是个伯伯，也没有结婚。我好得很。你没得啥子问题的哦。
我能有啥子问题吗？我认得你，好高兴啊！我妈说，你要是愿意，啥时候到屋里头坐一下。我妈还说，你要是进了门，屋里头就是你说了算。我去赚钱，赚了钱以后，让你当城里人。黄林，黄林，杨老子明天下也要的。我连他长啥子样子都没看清楚。歇会儿嘛，大秋，光明是不是去见那个姑娘去了？去了。是个女的都行了。哪个晓得呢？光明挑。跟你一样的，不一样，他没得挑，我有。你有，挑来挑去还不是挑错了，剩两个残疾娃儿。喜欢的噻，难道还有错吗？只巴望有个儿媳妇儿，早点进门。替我们多陪一下光明。算了算了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反正以后啊，我先走。我先在那个兔宝宝等你。想得安逸。要是我先呢？你先不了，你还得把屋头两个娃儿带好，前后脚最好，一个人何其麻烦。麻烦啥子？人生下来都是夫妻，合作更是夫妻。是了，也是夫妻。好了。
大姐，你孩子的眼睛很难复明了，他这是遗传病，也就是说你和他爸有很近的血缘关系，是这个原因导致孩子眼睛失明的。我晓得，你原来就这个样子说过。是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上次带他来看过。那是个白本，不是我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开些药，你回去按时吃，一定症状能够缓解一下。让妈牵着你走嘛，你刚下还不习惯？我不下，你下。你到底是要去哪儿嘛？你给妈说嘛。我去绞头发。莫慌扶他。
瑶儿。死瑶儿了。妈，我当爸爸了。幺三，幺九，有两本儿，是个娃儿，好小的娃儿哦。他长啥子样子嘛？啥子样子？人样子嘛？啥子人样子嘛？你问妈妈。妈，没得人样的女娃子。长得好看，真的好看，好看，好看个屁！那是个火花的嘛，莫听他的，好看。我晓得。妈，你说这个娃娃这里点大，我们咋个养得活哟？哼，我能够养得起你们两个，我就能够养得起他哦。乖乖，咋子了，娃儿？娃儿不舒服，跟爸爸说。不哭不哭，不哭啊，咋子了，娃儿？不舒服啊！不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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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哭了！不哭！不要哭，娃儿不要哭！你说你是不是嘛？自己找些麻烦来。造孽哦！他该不得要死嘛？哎呀，动不动就要死，死个人的嘛！不哭啊！不哭！宝宝不哭！
去找爸爸，我们找爸爸。来来来，我们找爸爸吃奶奶喽。哎呦，爸爸抱好。来来喽。好啊，抱好。哎，吃奶奶喽，吃奶奶，哎，来，来，哦，来来。我来喂，我来喂。哦，娃儿小，不好抱，我来。哦，来。哎呦，看球不倒。我摸，哦，来，哦，来，哎呀，这你这管子摸。摸到起了，娃娃都吃串串了哟！来来来来，哎来！你们老汉儿呢？老汉儿下田去了。啊，吃奶奶，吃奶奶。啊。哎，他来吃奶奶。哦哦，不哭，莫哭，娃儿莫哭，不哭。娃儿太小，你生理水标，正长身体，光吃这个米浆咋个得行呢？要吃奶。找不到，要奶的女人都进城了。莫哭。要点啥子？奶粉。眼睛又瞧不好用，你个人跑到哪儿去了嘛？妈说娃儿缺营养，我去给他买奶粉去。喊我去就是了嘛。奶粉呢？钱不够。娃儿，小小。小小，爸爸回来喽！小小，哎呀，脏不脏哦？哦，哦哟，喝奶喽，我们喝奶喽。你哪儿不舒服？你跟爸爸说。你说嘛，你吃啥子嘛？他明明是个活活儿，你还能说啥子话哈嘞？小小，你两岁了，你说你哪儿不舒服？
从今以后你不叫小小，你叫说说说，哪儿不舒服？爸爸以后叫你啰嗦嗦，好不好？这孩子有多大了？两岁喽。家里还有其他人得这种病吗？没有。他这种病还挺严重的。做手术要多少钱？里边和外面全部做下来，一共得好几次手术，大约要3-4万块钱的。妈，割点肉嘛，会正常割。才理得住好吃。哪个说的呀？你会说你不会，你说嘛，你说。你只要说一句话，爸爸就带你回家。你说，啰嗦嗦，你说一句话，你说一句话，爸爸就带你回家。你说，你说嘛。爸爸去改一下嫂，啊不，是我去改一下嫂。我是男的，你是女的，你不要看我，你不要看我。我是男的，你是女的，你不要看我，你不要看我。
说认真点儿，十角、八角、一块，好多，快一块十。你莫打岔好不好？我再数一道。好多嘛，这是67，这还有，到底好多？一哈是67.4角钱。医生说的，养了都莫要去抠它哦。我晓得，我会得着他的手。好不好看？镜子里头还有哪一个？是不是还有爸爸？你说嘛。是嘞。你这个女娃娃，天天还留到你爸爸给你梳头发，好意思啊？莫理他。我把豆奶钱攒起，我还有打砖的钱、刷瓶子的钱、养牛的钱、卖兔子的钱、杀猪的钱。上个幼儿园一个月要190块钱哦。苦吗？苦点儿。也没得啥子，苦着累点儿还不是都过来了。你晓不晓得
会剩下我和哥。晓得。你晓不晓得，我和哥会是残废？你说噻。哪个打我？我打的。妈，你到底晓不晓得会剩下两个废物？我不晓得。你明晓得我哥是个掰板儿，为啥子还要剩下我？可能你跟你哥会不一样。是不一样，他掰我瞎。你为啥子要嫁给我爸？为啥子要跟我爸结婚呢？喜欢噻。错喽。错了也是喜欢的嘛。就算错了，你总不能去寻死嘛。你要是不跟我爸结婚，我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哦。要是不嫁给你们爸，根本就没得你，你也根本不得来跟妈说这些屁话。想吃啥子，给妈说。青椒肉丝。要的。青椒肉丝。不是，让我来吃。你是河水流下来的，流到我们家门口的时候，
成了我的家里人，成了现在的说说。我是这个班的爷爷。跟着河水慢慢流嘛，你就长大了嘛。我是大青蛙呢。到七流你就会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最后就会没得了。我恨我。你是我领导，我咋个会恨你呢？你手机哪里还？手机哪？都看到尽头。爸爸，龙妈傻这样子啊。样子噻，长头发。长头发？你上次说的是短头发。你爸搞忘了。他搞了，那你说嘛？我说啊。短头发，鹅蛋脸。那我说这不一样。一样的，是你忘记了。鹅蛋、鸡蛋，不都是蛋吗？我感到这点傻。哥。说说要是再问起他妈长啥子样子，一定不要说乱了。我小瞧得他长啥样子哦。莫乱说。你咋个不说呢？我连人都看不到，莫说女人了。那你就不要怪我乱说了。这个样子说，这是鹅蛋脸，长头发，眼面弯，笑起来好看。不笑也好看。下巴尖尖的，上面有颗黑痣，是美人痣。他声音啊，好听得很。爸爸，咋被说的对不对哟？娃儿莫哭啊，奶奶到岁数了，要去找你爷爷去了，这个是喜事。她是个女娃子，要细点心，耐烦点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都不要亏欠她。
你要当爹，还要当妈。妈，你放心，娃儿还在我妈的起步。没有，我哄我。没得嘛，哪有我？我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没有气，只有福气。屋头就剩下你一个女人了，说晓不晓得？光明，说说，他被抓着了。你找不找得到？要说说。
我结婚回来喝酒不来。好。你没怪过我。你看我嘛，找个媳妇儿不容易。不怪。叔叔，来，去镇上的路找不找得到？街上有好多青石板板哦。到了没有？嗯。镇子边边上有枇杷树，河口街五号。嗯。你咋子在外头不说话嘞？我喜欢跟着看我说话。光明，哥，叔叔，喊白吗？哎，对，喊白吗？走，我们进屋坐。转到我们班上以后啊，从来都没有发过言。罗说说同学，请你起来朗读。
哪怕一句。今天学了点啥子嘞？云论语，你晓不晓得云日八八还啥子嘞？啥子？爸爸叫爸爸，妈妈叫妈妈，这咋个没得妈嘞？我学得好，你学唱歌了没有？你给爸爸唱个歌好不好？你以后不用来接我了。咋子了？我自己能走回家。哦。那天我在石桥上碰了个女人，好想过，可是她说不认得我。我们离开老家吧，爸爸带你去个远的地方，啥子都是新的。钥匙呢？带着钥匙不嫌累是吧？那个订车了哪个办？有啥子关系嘛，我们走了家就带走了，走去。跟爷爷奶奶说说话。啥子？想说啥子说啥子嘛。爷爷奶奶，我们要进城了，上学，有时间再回来看你们。
眼前有啥子？你说给爸爸听。你要是能说清楚话，用你的嘴巴当爸爸的眼睛，爸爸就能看到新鲜的世界。世界。世界就是你看到的，说给我听的，爸爸心里想到的。不好听。会好听的，你也说好听咯，爸爸心里想到的就巴适咯。眼前是啥子嘛？顺着江流，跑得比我们快。你大了，需要有自己的房间。房子是贵了点儿，可我们卖了牛有钱。你跟着爸爸还能挣更多的钱，不怕？吃饭了。好。咱的账题还是多，查都查不完，查都查不干净。等你的话说清楚了，我们就去上学。要得要得，你来吗？
不要抢生意哈。不得抢你生意。那说不清楚，反正嘛，先说好。好，你说，依你来。要是客人走到哪儿呢，就是哪儿的生意，都不要过抢。要得要得。擦孩子喽！擦孩子。你不要喊噻。要得要得，莫喊。擦孩子喽。说了不喊的嘛。莫喊。一定不要把人家裤子啊、袜子弄脏了，这个你一定要记到，把纸壳子掐好。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撒油，是抛光。开门，好了。好，谢谢啊。不谢。给2块钱。好，谢谢。慢着喽，擦个屁啊，还要浇啊。哎，你说得容易，你一桌钱那么好挣说。连我这个瞎子都能擦好孩子，有啥子难的？我这块抽不嘛，你爸就不得。送给你嘛。擦皮鞋，来坐吧，来坐，坐。还有油抹到我车上了。油抹上了？你不要骗我。用手掌抹到纸壳壳的边边。这样就不会摸到我腿上了。要得。像这个样子的雨天，没得人能擦孩子的，你一定要记住。你说的那个嘛，瓜娃子都晓得，还用你教我说？今天我们还要出摊啊！下雨天我们不应该出摊，可我的收音机摆烂了，我没有听到天气预报呢。我才不听天气预报的，他说的嘛都是反的。他说下雨呢，结果是太阳。他是刮北风吗？天天要刮嘞。那就反着去噻。是不是？可以反着去。说说，这是啥子样子的雨哦？有点风，雨是往下落，一根雨线，我也是没有换，都是水。雨线。没得风。没得风。我也可以教你，认不到的字可以问我。你是个啥？你晓得不？晓得。你会不会是看起我了？你不要这
能吃太多嘛。哎，看不到要比赛的倒还下去。他是不是走了？他走了。啥子都要说的。我去通过八十二米的雪橇用了22秒，如果火车的速度加快1倍，他通过706米的雪橇只要用50秒，那么火车的长度是多少米？多少米？好了，老板。火车嘛，长不长短不短的。书上说的标准答案。好看，真的好看。看不到，可有的时候爸爸能摸到光，我摸到的光跟你看到的不一样，有的时候软，有的时候硬。疼不疼？儿，咋子喽？做了个梦，梦都掉到水里了。
好比我要死了。哦，忙死烦的。莫怕，有爸爸。流血了。不是做梦了噻？做梦流了血，咱俩也流血了。哦，流血了。回去吗？回哪儿去？家。你已经是城里的女儿了。我怕。你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好听得很。你说眼前有啥子嘛？笑，喝水。还有嘞？来高了。还有嘞？圆圆的山。清楚，清楚，人在看我。没有，他们看的不是你，是我。你晓得？他心里在说：这么帅的一个爸爸，咋会是个瞎子嘛？还有我嘞！是是是，还有我嘞！你叫啥名字？陆光明，光明的光，光明的明。我叫陆光明，光棍的光，光棍的明，啊不是，是光明的明。我是说说的爸爸，我们是赤口村人。说说原来在镇里上学，这是户口本和转学证明。罗说，老师念他的名字，最好念罗说说。罗说说，好听。这转学证是上学期开的，怎么现在才来？一直没有来。这么长时间没上学，跟得上吗？叔叔，不舒服。娃儿早晨起来说流了点血。多大了？11岁。他妈呢？我不是说了，我是光棍的光，他哪儿来的妈嘞？走，跟我走。爸爸等一会儿。我们去办点私事啊。啊。叔叔，你妈呢？从来没他妈。从来，我的。
出来画。凉了。凉了吗？早点吃了一。有啥事？反光。我朗诵的是《美丽世界》，作者罗梭梭。花草云，一阵梦，一条河，一个家，一滴眼泪，妈和一颗月亮，黑色的头发，一把伤心。过去的，将来，现在的，我，你的，我们的，眼睛看，耳朵听的，心里想的，世界也不是世界。我和爸爸是世界，我把我看到的说给爸爸听，是真的世界，心是白的，世界是白的，心是美丽的，世界是美丽的。这车，我听得到。好多光，
我看得到光。好高兴。是嘞。说说真正变成城里的女儿喽。是嘞。这儿肯定是最亮的地方。是。上面肯定有最亮的灯。是。走。说说，爸爸亲一下。你给爸爸多说几个字，说点句子。是嘞，爸爸一直都看得到光。不是嘞。你不是说你一直能看到光的吗？爸爸啥子都看不到，爸爸是真正的瞎子。你真的说你是瞎子？说说，爸爸带你到县城里来，除了想让你到城里读书，还有就是，我不想让你找你的妈，我把你找到了你的妈，你就不要我了。三条路，一条下山，一条进村子，还有一条上山。山上有个庙子。上山。要找你妈。就得从这个地方找起。我听到你在哭，也不是哭，也有嘞。我抱起你，好像。
Sure.